क्यों आ गए?干活为主，直播我是业余的。这种感觉你收出来的也得劲儿，感觉直飘。里边还有一块嘞，不，里边这块不好收了，有电线。我估计这边的信号该不好了。九亩三分地，九亩一分地，四舍五入，三里给我舍掉了。这里边种人啊，我嘞个，这王县这不闹着玩的吗？这个就是140亩的，大哥屋里不承包了，没承包完。捡棒子就开始了。小块喂，
老板转运仪好了很，软座当然还没有飞，都不要开进了，大哥在开飞机吗？啊，卸货，大哥卸货了。等会儿那块收完了，我上去拿太阳镜去吧。另外这块地有个网线，挨得很的很的很的很。不卸，大量车有点耽误事。今天干了有3000亩玉米了嘛？感谢大鱼号送的大墨镜。这个3000亩地差。你们是从开始干还是这个地方？这个地方干了没有3000亩地，这才大干两天。没有没有，哪能有不到3000亩地？要有3000亩地就好了，我都下班了现在。总共上赛季两瓶儿海鲜加木，冰镇差2天吧，不到3000，2天肯定是有了。早上来肉就想都吃完了，这那些天以来几个干的是最得劲的一天，好手轻腿了，2天990了，今天又便宜了5.8。5.7毛8，是你卡还是我卡？那个我这边要是不卡，就是你那边卡。不卡，退一下子重进。新疆是6块多，明年可以换 Pro 了，100 Pro 了，还继续练，这车不当我用5-6年，上面用了不能用了再换。队友卸粮了，刚卸完过来了。家的玉米没有这边的，没有这边的地输的好，家的地少。
还不歇会儿吗？你看三轮，不碍事，上面有四路监控。